误会。龙启，曾经我比谁都想相信这不是真，但是我找到了证据，而你又掌握了什么能证明这只是一场误会？是我家的青尾妖蛮，怎会？山后有巡夜兵来了，我不能在这里久留，否则也会给你带来麻烦。曼玉，我会再来找你的，到时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林曼，不，林曼冲，你不能对他心软，绝对不能。姓林的小子未免也太嚣张了，竟敢在将军面前跟您对着干。老大，要不要咱们私下去教训他一顿？不嘛，他不是急着想立功吗？老大的意思是您已经有安排了？瞧着吧，爷今儿个就带你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吃瘪的。昨夜竟然失眠了，那一刀如果再往下几寸，龙启的命就没了。我留他一命，只是想看他还能解释什么，绝不是心软。多想无益，先去执行任务。哟，林文说起得还挺早，都用不着本将亲自进门请了。小的区区一介文书，怎敢劳烦副将军大驾？想必是将军那边有了新的命令，还请李副将明示。这滑头小子，我就不信他行事真能一点都不漏。李文书，当真不知情吗？你擅自安插在匪军的那个探子，已经带着情报回来了。我想副将军误会了，李虎身为军中侦察兵，获得情报后自然会直接向将军禀告。哼，既然如此，本将军也不跟你兜圈子了。昨晚青云山那个神秘匪首突然复生，如今倒床不起，导致匪寨大乱，将军直接取消了你的暗杀任务。身受重伤，怎么这么碰巧？你一个瘦弱文人，还是本本分分做你的文书吧。匪军已经自乱阵脚，属下以为现在正是攻上山的最佳时机。晚仇，你意下如何？林文书的胆子是越发大了，仗着将军欣赏你就能在会上走神吗？将军恕罪，小的方才只是在思考，一时入了神。哦，可想出什么妙计？那得看将军您是想强攻还是想招安了。你个文书懂什么？青云山的匪军野心勃勃，而招安记号时又容易生变。将军，现在进攻的胜算极大，兵贵神速，请您三思啊。时机确实是好时机，但据我连日观察，那匪首确有些本事，若能成功招安，我军势必如虎添翼。可是将军，他们作恶多端，欺压平民，如何能为我军效力？小的认同副将军说的兵贵神速，也理解将军的惜才之心。不如这样，咱们先发兵在山脚下封锁出路，以此示威，若匪军有意归顺，届时自会派人前来交涉。如此甚好，你就与副将一同前往吧。小的遵命。属下遵命。